欢迎收看，开讲了。这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的公开课。每次见到同学们，我都特别开心，因为有不少同学看过我的节目，是吧？有不少同学能叫出我的名字。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的自我膨胀，我觉得自己出名了。那会儿我还在上大学，我走在校园里的时候，都是横着走。今天来的这一位呢，说实在话，他对自己的名气毫不掩饰，而且相当自信。他有一个朋友曾经收到他的一个短信，这一位一看是个国际长途电话号码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就回个短信问：“您是谁呀？”那边不高兴了，回了一条短信是这么说的：“兄弟，我只不过离开你短短的一个月，你就把我忘了吗？我是你的合伙人兼导演、编剧、武术指导、男主角于一身的，全球不同种族的人只要看到我的头发、身影、动作、鼻子，听到我的声音都会认识的，世界影视歌唱动作天王级的国际地球宇宙巨星的，你觉得我应该是谁呢？”收到这个短信，我不知道那位知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知道了，请看大屏幕。从一介臭武行到万人敬仰的国际功夫巨星，从爱打架的叛逆男生到全世界认识的影坛大哥，他以玩命的状态拍戏，40年从影生涯坚持不用替身。他出演百部电影，经历30余次重伤，却因此收获了全球3亿影迷。他是一代华人名片成龙。34年前，醉拳大获成功，成龙从小演员变身大明星。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20岁的成龙也曾年少轻狂、荒诞不羁。34年后的今天，那个年轻气盛的成龙早已远去。作为国际功夫电影巨星的他，提携新人，热心公益，为传播民族文化尽心尽力。58岁的成龙带着他第101部得意新作《12生肖》来到开讲了。他说：“这是我最后一部动作大戏。”带着对青年的热爱，他希望做一场人生回望，回望他一生伤痛、一生奋斗、一世执念换来的精彩人生。掌声有请华人名片成龙。大家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成龙大哥开讲。对不起，首先对不起，我没有换衣服来，因为昨天早上开工6点钟开工，赶完以后赶着回去洗澡，洗完澡赶到机场之后呢，行李不见了，一直等登机啊，问我里边有什么东西啊。回到酒店2点45分吃的粥，睡觉。今天9点钟起来等行李，没有，我穿着同样的底裤、同样的袜子，很少很久没有这么做的，那只能这样子来见你们，跟你们讲奋斗。丁晟导演，昨天我们还在讲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今天？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有时候每一次刷牙洗脸，我看看自己，真的是个奇迹，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我真的是一个小武行，没有读过书。就是嘻嘻哈哈做小偷啊，给人打一巴掌啊，到15、16岁那个时候开始做，几十个武行的时候拿个刀在后面就这样子叫，到要5块钱一天，要死人的时候，来来，你过来这边，插把刀，倒点血，
那些化妆啊根本当我们不是人，就是哈一大堆雪。最记得就是冷天的，冷天两个大侠就在雨中打，但我们要泡在水里边，我那个还要下着雨，我还不能那个刀插在那边，老师给骂，因为你那个水倒进去就呛鼻子，你就看见那个手很多肚子插那个刀，那个肚子在地下就别动啊，看看看你们动什么，你们死掉了明白吗？啊，这我死的是最好的，永远导演一叫死，哎，叫那个小子过来死这边，因为我永远的刀不动的。结果呢一死就叫我，哎，过来，那个死的好，那个谁谁谁谁慢慢知道我的名字了，就叫了我死的。我慢慢每天呢就多在片场，每天在片场就看见啊，在那旁边看看人家怎么哦这样子啊，武士指导好威啊，好，我有一天要做武士指导。那个时候我那个武士指导永远是开一部车子汪就过去了，哇，我的 dream car 很有型，他就汪他过去了，每天就看见汪过去了，我就退后又回到人家那边去。结果真的是王天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，他汪过去之后倒车回来，他看看我，你是我们那组的吗？是，上车。哇，他叫我上车，我一开车门，你们记住，到今天我都是如此，不管谁的车，自己车、人家的车、租回来的车都是如此，打开门屁股先上，坐好，这样子教你们坐好啊，坐好，不管谁的车都一样，人家会非常欣赏你的，开门坐上去，哎，拍拍，尤其是雪天啊什么啊，下雨啊，下雨永远是抓着这样把水甩掉，是吧，拍拍坐进去，人家一看哇，这个小动作，我从坐在那边到片上我没动过那个姿势，动都没动过，就这样子下车，谢谢指导，谢谢指导，我就退后了。以后每天啊他就接我坐他的车，以后跟他聊天呢，慢慢我从40个人到10个2个，最后有他就有我，后来变成副武士指导，后来就变成最年轻，我18岁做武士指导到今天。反正记住，最重要的细节定于成败，每一个人的细节很重要，在现场一点一滴做人做事。今天我们为你们来啊，我把帽子给脱了，也是我在南斯拉夫开道以后第一次剪这么短，因为南斯拉夫那个飞鹰计划看过了哈，在南斯拉夫剪的头发之后，我就拍那个跳树镜头，一跳呢当下来就脑开刀了。至此以后呢，我干爸爸叫何冠昌，他说你不能再剪头发，以后成龙不能再剪头发，所以我就没有剪过头发。我本人不迷信，但是我干爸爸迷信呢，我就半迷信吧，信好过不信，还保自己的命。好像我拍那个警察故事，我在跳灯的时候，你们真的不会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的恐怖，把人家的大灯拆下来，掉了三杆铁柱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拉电线，拉那个钢丝呢不能锁死，只能粘住，拿 AA 胶粘住之后呢，要挂糖胶玻璃，要挂爆破，72尺，5层半楼，没有试的，没有说我这样子试一下，没有的试，只是大概自己想一想，大概我在上面一看，我说我怎么跳呢？没有起步，你只能在一个手把那边抓着，那个手把是圆的，你那个人是会这样子，你只能一上去就要跳，一跳跳8尺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要穿出去穿8尺，我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之后呢，我就试试滑下来，但一滑下来，那些钢丝不断了，断2根之后就不断了，
我的手就扎开了，因为他就灯就扎开了，一扎开我的人腾就站在地下，我就没有再试，又要很长时间，我们只能拍六天。下面是儿童乐园，如果拍不完了，600磅的糖胶玻璃要拿走，那是个非常大的工程。我们已经花了6天的时间去盖。忽然间，一个陈家班上来就大哥，我们都可以了，机器一可以了，我上去再一看，所有机器就摆好，是300多个临时演员，全部就这样，所有的头啊就这样子看着我，我一个人在上面就这样子看一下，退后看一下，退后，就跟自己讲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那等了很久很久之后，唉，我上去，我就又上去就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其实我没有准备。所以你们再回看那个警察故事，我是这样子，我就动了一下，下面叫开机，我就讲啊，开机，你这来不及说，我还没准备，这你这一下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一看就看着，死吧，真的是，我就死吧啊！所以警察故事，你看我跳出去那一刹那是叫一下。死吧啊！就出去了。啊！再拍呀！哇，成功了！所有人，张曼玉。林青霞、金女人，所有人化妆、服装、茶水全部在哭啊！我哭什么？没那么哭的，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其实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怕，很怕。我打到2个手就肿掉，马上上车，好卸玻璃清场，晚上拍文戏，一上车上就睡觉了。下车看到大哥到了，我一起来。我这个门我都开不到，那个门呢，我都没力开那个门呢，整个人是根本是刚刚那一刹那的虚脱了，就虚脱了，就睡在那边就拍这个。另外一次就是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， A计划干了，跳那个钟楼，整个停车场，我们过香港很小，不像中国这么大，一个地方很小，我只要一大步紧了，所有人这个场地全部没不能用了，就是我的了，一搭起码搭个半年，摆在那边之后呢，没有人的车子可以拍那边，所以呢把交通搞得乱七八糟，每个人就盼望我快点拍那场戏。你在上面一看，那个帐幕只有那么大，我说我过来一点呢可能会脚断，过来一点呢头断，那你在那边，我应该怎么摔呢？自己在想，每次一出去就怕了。我真的不是 Superman， 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一出去就怕，回来，全家帮就抱回来了。等等，这么一个镜头啊，跳那个镜头我拍了6天都没有拍成。每一天呢，下边的那些办公室的那些人呀，一吃饭全部出来就看，我就在上面。别看了，今天不跳，这就不跳了。我记得有一天，何冠昌跟周文怀两个大老板走上来，拍拍我，他说：“别那么危险了，不跳就不跳了，用替身就用替身。”我说：“替身也是人，替身也怕。”我说：“我可以。”有一天我就上去，真的等了很久，天气也很好，光也很好，忽然间洪金宝来了。你还不走，你还不跳，来等我来。他一抓机器，忽然间有个人催我出来了，洪金宝出来 rolling， 他一想 rolling 我就出去了，一出去我把抓的那个针呢，最高的那个顶抓在那边，我就听见啊，我自己一直都不想下来，但是真的抓到你看没有了，唉，放弃了，打我就这样。很苦的，真的很苦的。
你们永远看到我最风光的一面，我背后太多不为人知的事情，真的。你到今天有时候我洗澡，我的你看我的助理在那边，我洗一半，我把底裤一穿，过来，脱臼了脚，我就这样在地毯里面出去了，他就帮我咔啊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又进去了啊，这个肩膀三年要等开刀，到现在还没开，要打两根钉。所以现在我拿不到重的东西，那满身的伤是数不完。所以呢，在我那个这个过程之中呢，很多人讲哇，大哥你是 Superman， 我不是 Superman， 但是我只是肯拍，对我自己、对电影、对观众负责。到了后面呢，我知道已经有新科技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喜欢看啊，戴个帽子，那个擦一动，咔。跟着从这边开始跳那边去都是卡通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回来之后啪，只能做两个镜头，就是蹦。我到了美国看他们，我太牛了，这种机器。我去看阿凡达，那个导演他要介绍我看一个机器，那个机器两个镜头，他是这样子滋滋滋滋滋，他跟我讲，你能等着听不懂，我说yes。我真的一点都不懂，但是我要装得很懂样。Yes，OK。我说我不骚，我说我不骚扰你，我马上走。一走了之后，我就哇，他们在拍什么？原来他们上面有300多个机器，这些东西，当我会，现在有钱买了，我也不会用，但是观众就喜欢看我自己亲身做的。但是呢，在这十几年当中，很多人啊，他老了打不动了，我也很生气。我说好，我要 I prove，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是年纪大，但是我比所有很多年轻人还行。所以我要拍一部《十二生肖》给你们看，看我还能做什么。谢谢，再次用掌声感谢成龙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。谢谢各位，请坐。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场下会问很多的问题，说万一再过个几千年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您，他们可能会问，这个人是干什么职业的？怎么浑身上下那么的裂，留下对那么多的伤痕？你说刮花来讲，是脚趾头到头顶都刮花过，但是不单只是我了，做所有特技人员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做我们武行非常非常辛苦。所以在成功的背后，我们看到的是付出，而且还有细节，尤其刚才说到那个细节，我相信会让很多年轻人记住。不管是坐谁的车，上车之前把你的鞋抖干净，就这么一件小的事情，但是这个细节真的对年轻人来讲，它告诉我们怎么从微小的地方去让别人尊重你，同时你怎么去尊重别人，然后获得一个交流的机会，也许这个机会慢慢长大以后就会成为你真正成功的一个起步。很多人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，我现在挑几个向您发问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它相当的不厚道。我发现成龙大哥的一大特点，您是著名的代言杀手，您代言过小霸王学习机，小霸王这个牌子倒闭了，您代言过爱多 VCD， 爱多这个牌子不见了，您代言过汾黄可乐，这一代人几乎都没喝过了，您代言过叫开迪汽车是吧，有一个据说全国才卖了900辆。他关心的是您目前准备代言什么品牌。对耶，其实比这个还多。以前你根本不懂，你是经过经理人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哦，经理人是，我今天找你一个，我就抽佣金。对，如果你今天找拍一个广告就收钱，就这样，反正你接一个就这样。我也不懂，你接了，所以现在拍广告就非常小心，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查清楚。我这个能做，
还是不能做，以前就没有关系了。嗯，所以现在还，所以很多东西倒闭我的，你还不讲，我还不知道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做代言非常非常小心，一定要找国际品牌，或者是你找一个品牌你自己去验证行不行。即便这么危险，我们还想问一下，您愿意给我们开讲了当代言人吗？可以啊，跟学生讲，我一定做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说刚才这个同学去洗手间上厕所，然后呢一下扯了五六张纸，然后旁边一个同学看见以后就骂他，说你今天来听成龙的演讲，你向成龙大哥学一学，那这么浪费，说成龙大哥上厕所就用一格纸。我后来听到这个我不太相信，我专门去洗手间，我扯了一格纸，我给大家看看。您真的这么节省吗？船网上很多讹传讹，就把船坏了。我小便一格纸。我们男的要尊重女孩子，你不，第一要把板拿起来，拿起来之后你小完便，拿这个纸头在那个小便的圈，把人家擦一下。我告诉你，我完全相信成龙大哥是一个特别节约的人，就那么一格纸。成龙大哥现在已经把它叠好收到自己裤兜里了。我没关系，没有，我衣服你看，我衣服永远是很多纸头。哇，您就用完之后也会搁在兜里，因为现在人很浪费，真的。我现在你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了，你就说来来来，有时候一个脏了一擦就丢，没有，一擦完了，我所有的朋友一样，包括你问尔东升，你问曾志伟，他们都知道，一来我家全部知道，现在都受我感染了，一坐那吃饭，一根指头擦一下一百，擦一下一百，收碟子那些人呢，一个就收完了。好，我也学会了，从现在起细节很重要，注意节约，从此刻开始做起。您能把那张纸还给我吗？没有问题。今天现场很多年轻人问的问题，我们可能没法在这儿一一的去跟大哥进行交流，我们集中来问问前面这十位青年代表，来，他们带着年轻人更多的想法和不同的视角要向您发问。他们的问题一定很尖锐，而且我们今天的年轻团队是国际化的。来，您看第一位，左瑞明 please。 泽龙你好，我是您最大的那个超级粉丝，我非常喜欢您拍的电影。 Where are you from? I'm from Switzerland。 我是瑞士来的。Wow。 对，我是一看着您的那个电影之后非常爱上中国功夫了，然后决定18岁时候那个到你们中国少林寺来学点功夫了。你现在是在中国工作还是上念书？我这边我已经毕业了，然后在这边上班了。对，哦，在中国上班了。对对对。现在已经有中国女朋友了吧？有。你看不是准备在中国扎根？国语多好。那您算是把他引入中国大门的。我引很多，我太多了。左瑞明，你到台上来，来，你向成龙汇报一下你对中国武术的你学学习。少林哪一派？小套路，要不然小套路，小套路，可以可以，小套路来。啊，可以。哇！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说实话怎么样？还行。说实话还行。还行还行还行。你看了成龙大哥的电影，你知道中华武术的精髓是什么吗？武术的魂。我觉得是努力，不管是打工或者做什么事必须要努力。我学功夫之后，这是一种发现，你还没有到你最高的最好的那种位置，你天天都会更好一点。玻璃樽看过了吗？嗯。打架啊，们那个谁说去打，他做花匠，我们是要比武，不是要打烂仔架。而且到今天十二生肖也是那个人说找一堆人去打他，他这个是第三的行为。对，这是懦夫的行为。我在网上或者一些不同的渠道听见，为什么有十个小孩子男的打一个男的，几个女孩子去打一个女孩子，
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是透过电影跟现在所有的年轻人讲，如果你这么做是一种懦夫的行为。我是透过电影慢慢慢慢把一些真实的 message 讲出来。谢谢左瑞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继续练下去对身体好。谢谢谢谢左瑞明。好，接下来中国人发言。通过今天的演讲，我们都知道成龙大哥是一个非常拼命的人，但是我自己就对拼命这件事有个不同的看法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已经拼命过头了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的过劳死，这么多猝死的新闻，我们就发现他们已经在拿自己的生命去拼了，然后他们换到的是什么我们还看不到。所以我就想问问成龙大哥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您觉得我们应该像您一样拼命吗？要怎么样去拼，不要学我这样子。而且要看不同的行业。你看你现在可以随随便便去访问我一个陈家班，我去怎么样去保护他们，所有最好的器材。你今天问李冰冰、范冰冰、王力宏他们的威亚衣服谁给的，我给的，不能只有还是两根带子把那些人吊完吊着这样子，所以很苦。我们只能用真的拼命去拍，但是如果可以用到高科技保护到我们的，尽量去保护我们。现在好像现在太多太多规矩去控制我们，以前我们是没规矩的。以前我叫开拍危险动作是这样的，预备，你看那个警察故事那些，预备 rolling action， 啪我就下去了，痛一下去，我认为我的脊椎骨是插到我的心脏了。我起来只听见很多人说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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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后走进去，砰，老太婆走出来，那个临时演员，你们救救她，吐血了，把我抬出来，马上到医院了，就是何必呢？张大哥。